娘，哎，秦姑娘，秦姑娘，秦姑娘，你去哪儿了？秦姑娘，干什么？秦姑娘，我要换门牌。秦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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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玩这个呀？秦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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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到你的手了，秦姑娘。母亲，女儿不是有意要……玉儿，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。二房那些鸡飞狗跳的事，我们大房尽量不去掺和。你不愧是我最乖巧懂事的孩子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是，女儿谨记母亲的教诲。嗯，你是说？那个像花匠一样的罗三公子，有可能是袁景阁和舅舅对阵之人。袁景阁那晚正巧出现一男一女，而那女子的确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衣服。此事，先回去和舅舅禀报了再说。乔月蝉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念你。为我们罗家育有一儿一女，所以我就缺少对你的管束了。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竟然行下如此恶举，蓄意谋害婆母，袁景阁劫杀嫡女，如今你还想毁其清誉，你可知罪？老夫人，陈四说是乔五爷吩咐他做这个做那个，那也只是一面之词啊。乔五爷本人并不在此，陈四敢跟他当面对质吗？